那行李是刚到，对，我刚到而已，已经喂了吧？开始。哥保养那里，对，我们都聚在这儿。就。我看嘴巴挺活力，哎呦，肯定没看吧。导航说你们这边应该也是打折，对，所以找张旭成吧。对，我听到。身体确实。我的爸爸的哥哥。这首比赛也跟我说，先有先吼热身，然后变成无效。好几只的，我刚上去了，他可能先用会翻吗？对。那个捡那个是什么？有点像李子。